主料：酥皮300克，香蕉400克，鸡蛋黄50克。辅料：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把酥皮从冰箱冷冻室取出，室温解冻到有点软了，把飞饼一开二，在当中横的划几道，也就是开几个口子，切一小段香蕉放在饼皮上，把饼皮对折，四边缝口捏紧，切掉四边多余的酥皮，把香蕉派放在电油纸的烤盘上，烤箱200度预热，在香蕉派上刷上蛋黄液，入烤箱200度烤12分钟左右，至金黄色出炉。烹饪技巧：试着用它来做个香蕉派。嗨，成功了！烤好的香蕉派外面酥脆，里面软糯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哈哈！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